如果你必须工作，最好做这种没有底薪高佣金的工作，因为一般有底薪的工作是不可能帮你发财的，老板最多只会给你一个基本工资，所以你如果是拿这种有底薪的工作，你没有办法发财。那如果你是拿这种没有底薪高佣金的工作，你如果能力到了，你就可以赚很多钱。当然这种没有底薪高佣金的工作是要靠能力赚钱，所以你只有能力到了，你才能赚得到这个钱。那这种能力呢，不是一时半会就可以得到的，你肯定是要经过长久的磨练，长久的挣扎，长久的练习，长久的不断的失败，然后重新再去尝试，你才会把这种能力提升。等你这种能力提升了，你的销售能力提升了，你就可以赚好多钱了，因为销售的工作是根据业绩来赚钱。小红书